将将大任于斯人，闭眼苦其心志，劳其筋骨，饿其体肤，空乏其身。啊，我们百老汇四少侠那可是出了名的破案高手。百老汇富贵山庄，我要让你们死无葬身之地。来路不明，心口癫狂，无故改始绝伦。在下千面一杀，空甲装备灭门了，快去烽火前程。师兄啊师兄，别着急，我这就去富贵山庄把你没干的事给干了。几张脸陪他们玩玩。天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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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，东哥怎么这么早就起了？对哦，像东哥这种平时睡觉睡到吃午餐时间的人怎么会这样子？难道是因为最近压力太大了吗？你把你的舌头捋直了行吗？大陆来，哎，包子猪肉啊，红烧肉猪肉，香河肉饼还是猪肉，这不挺好的吗？好什么？要不是剧组在香河拍戏，都整不来这饼。我要吃牛肉，这些脂肪含量太高了。脂肪含量高，你整点青菜吃。青菜不含蛋白质啊。哎呦，大早上给你做饭，你什么态度？你爱吃不吃？我的妈呀，还脂肪含量，这没法吃。我去遛遛弯，晒晒太阳。哎，遛弯？晒太阳？还起那么早？这还是东哥吗？我天哪！想要成为脱衣有肉、穿衣显瘦的型男吗？想要给女人安全感、活出自信吗？八块腹肌到三角肌。哎，
型男型男就知道看型男。你让我看的？我让你往中缝小广告上看了吗？看头条，孔家庄一夜之间被灭门，主仆25口无一生还。接着往下念，凶手极其猖狂，在墙上留下自己自称是画皮先生。画皮先生是谁啊？就是千面以杀的师弟。师弟？那他也会易容啊？他们俩的易容术是旗鼓相当，更重要的是两个人都崇尚暴力，嗜杀如命。嗜杀如命？自打他出道犯案以来，无一失手，全是灭门。平安报就爱报这种耸人听闻的小道消息，三观不正。最奇怪的是，刚才董哥看到这篇报道以后，怎么就鬼鬼祟祟走了？董哥是谁啊？董哥的心思，那就是像红娘子这样经历丰富、城府颇深的女人都看不透。咱俩还是算了吧，啊，歇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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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郭大人，给我站着。哎呦，还新换了个发带啊！你打扮的那么精致，鬼鬼祟祟的，干嘛去啊？我那啥上那啥不是那啥呀？什么那啥？你说什么？挺忙的啊，郭大陆，这事儿咱瞒不久啊。怕什么？我都不怕。那你是不怕，我又舍不得打你。别提他，要不是他磨磨唧唧举棋不定，我也不会干这种事儿。鬼徒，我最近发现他老是鬼鬼祟祟的往红药房跑。我之前不也老去红药房吗？他跟你不一样，他是去找红娘子。你的意思是他和红娘子？我呸！呸呸呸呸呸呸！这真是，要是生活过得去，身上就得带点绿啊！不是，这山庄怎么最近怪事连连？这一个一个都这么反常啊？红姐。今天咱们整个什么姿势？那咱今天来个掷铁饼者。铁饼呢？这儿呢。这哪是铁饼啊？大饼一样。你别当肉饼吃了就行。不会的，我迟早办了。来，摆好。肌肉使上劲儿。手抬高。稳住，待稳。咱们开始。红姐。我觉得今天这个姿势有点难，我可能坚持不到你画完。那要不你换一个你舒服的。坐着舒服。来个思想者，思考，使劲思考。红姐，嗯，你没事搞这么西洋画的，每天弄得鬼鬼祟祟的，我也提心吊胆的。你以为我愿意啊？我好不容易搞了个人像画册，也不知道哪个手欠的给我拿走了。你看那燕西林黛平一天天多闲啊，我多忙，还得给他们做饭呢。我学的是西洋画，讲究的是肌肉纹理。燕西太平太细皮嫩肉的了，只有你这一身腱肉最合适。嗯，啥玩意儿？腱子肉。哦，也是也是。嗯。但是我觉得这个事儿没必要瞒着董哥。你不懂。爱情是需要保鲜的，那要是让王栋知道了，我为了维护这个新鲜感，在不断的为他解锁新技能，那他还不美上天了呢？美上天就美上天呗，多好啊，还能咋地？女人呐，不要把自己美好的未来全都寄托在男人身上，要不断的丰富自己。男人啊，
就被牢牢地掌握在手心里。这事你答应我的啊，保密。这个你放心，我一向说到做到，绝不告诉别人。好兄弟。哎，红姐啊，有个事儿我得跟你说一下，栋哥最近不大对头。怎么不对头？他最近每天都起得很早，也不睡懒觉了，神神秘秘的，问他什么他都不说，而且他饮食上特别挑剔，非要吃牛肉。他怎么样无所谓，我现在啊，只想换好我的话。有心机的女人真可怕。你说什么？专心的女人真伟大。快点换吧，红姐。嗯，画完了，完了。哎呦，我天！来，过来看看，欣赏一下。红姐，有句话不知当讲不当讲，但讲无妨。可以的话，你还是把功夫多下在提升棋艺上吧。你说什么？不穿衣服。我画的不好吗？什么事儿？你看看这个，八月十五月圆之夜，富贵山庄取尔等狗命，请尔等务必恭候我大驾光临。画皮先生，他要来杀我们啊！我今天是几了？今天十四了，那就是明天啊！不行，我赶紧去通知一下栋哥，还有郭大陆。你等等，怎么了？不能去通知他们，否则我们就玩完了。不是，你什么意思？我打听了一下，这个画皮先生不是一般的杀手，他的作案手法很特别。怎么个特别法？他作案之前会提前几天潜伏到目标家中，等待时机成熟，然后从内部下手灭门。当他锁定目标之后，他会悄悄地接近这个目标，然后把他杀死，再易容变成他的模样，和我们一起生活在一起，然后制造矛盾，分化目标，再逐个击破。那这么说来，他极有可能现在已经替换成某人，在富贵山庄潜伏下来了。极有可能，这事儿我只告诉你一个人啊。现在只有你知道我醒来。你什么时候？平时你就女扮男装。画皮先生如果想变成你的样子，他得先把自己变成一女的吧，再把自己变成一男的。他变成女的时候，时刻得提醒自己是个男的；变成男的以后，还得告诉自己是个女的，多麻烦呀！我要是他，我绝对不会选你。有道理。那你说会是谁呢？除了你以外，都非常有可能。不过据我分析，这画皮先生他即便再轻于易容，可人的脾气秉性是不会变的，只要我们仔细观察，一定会露出蛛丝马迹。比如说王栋吧，他平时就是个懒虫，如果他哪一天突然喜欢爱运动了，那他可能就是子君。怎么干啥呢，东哥？走！啊，我赏月呢。啊，哎呦喂，月亮在那边呢。我说月亮对面的星星嘛，挺圆的。哦，你干嘛呀？哦，我买了点酒，买点牛肉，想喝点，一块来点吧，要不？行啊，坐。哎，大陆啊，我刚好有个事儿想问问你。问，我觉得红娘子变心了。别开玩笑了，你发现啥了？她之前喜欢我，这样特立独行的。
我后来发现他喜欢你，这样头脑简单四肢发达的。不能，红娘子谁呀？怎么可能这么肤浅？我有证据。还有证据呢？那个男人谁呀？一些虚拟人物。我在他枕头底下发现的，我是万万没有想到他的梦中情人是这一款。我说红娘子怎么找半天找不着啊？原来让栋哥给偷走了，害得我给他当猫兜。我实话实说啊，我之前挺沮丧的，我后来想明白了，哪个女人不喜欢男人味足一点的男人啊？这样的，我觉得事情不是这样的。你不用劝我，反正你刚才看见了，我就告诉你吧。这些天我一直都在偷偷的练，我也想把我自己练成糟老爷们儿。怎么回事？我操！这下谜题都解开了。我操！那敬你呗，东哥。来。56了，也就是说，现在画皮线上已经变成王栋的样子了，极有可能。我跟你说，有一天晚上，谁？王栋就是画皮线上，没跑啊！那我们怎么办呀？华斌先生现在正在试图拉拢郭大龙，下一个就是红娘子，咱必须先下手为强。怎么下手？自己强，女人就跑不掉。要不怎么说你俩是天生一对呢？要是他跟你一个，啊，谢谢。他要是跟你一样的想法，谁也不理谁，都在家里各自修炼内功，谁也不放下面子，咋办？啊，对，东哥，你说这个红娘子这个人是不是挺不错的？嗯，不错，对吧？又年轻又漂亮，又知书达理，而且还在江湖上打拼过，可以说是内外兼修。这样的姑娘打着灯笼都找。这么说，我不跟你讲。你看看，那你还绷着干啥？心里咋想的就咋说呗。我想说的是，但是你别但是，就按我这个方向。但是。他装大尾巴狼，他端着，他跟我玩高冷。没有，有。你说不信玉玲珑，说喜欢就是喜欢，说不喜欢就是不喜欢，他能够充分的表达出来。红娘子呢，他让你猜，还这玩意儿多累呀、啊，累。他跟玉玲珑在一块怎么不累呢？你看林太平瘦的，那就是累的。你别得了便宜还卖乖啊。他跟我在一起，他得便宜，他祖上积德好吗？龙哥，你别喝了，我觉得你可能是喝大了。等会儿，你刚刚说到什么？年轻漂亮，对不对？对，年轻漂亮这个话题可以重点的延展一下。女人与女人之间比的是什么？比的就是颜值。她跟玉龙一比起来，她你也明白、啊。反正审美这个事儿就是各抒己见吧。我那先回去。坐呀，最关键的来了。什么？她好色，把那作死的节奏。你为什么说她好色呢？她跟我在一起图什么？图什么？图我的姿色呀、啊！我这脸，我这胡子，她都喜欢，她就好色。东哥，我醉了。哎呀，你这破酒量，你给我起来，真是。今晚月亮真圆啊。
那个，咱们会不会给他吃出什么后遗症来啊？画皮先生心狠手辣，武艺高强，跟这种人你讲什么江湖道义啊？哎，不不，你等会儿，你说，万一他不是画皮先生，而是真的栋哥，那咱们这不是成手足相残了吗？我准备了三个问题，一旦他答错，他就是画皮先生无疑。来了来了，咋，栋哥？栋哥，你没事吧？我有没有事儿，你还不知道吗？我不知道，我喝断片了。啊，腾哥，我呀，最近这头脑有点发懵，好多事儿都记不起来了。你帮我回忆回忆，上次飞鹰计划那一大战，最后是谁从箱子里钻出来给马老板致命一击的？你什么破脑子？那不是那个，你吃你的饭。栋哥，太平问你话呢。人世间已经够苦的了，总想那么多过去干嘛？累不累呀？哎，那次我在大街上被一个不明飞行物给打晕了，你还记得那东西是什么情况吗？我告诉你吧，是我干的。啊！说了你们也不会相信。东哥就没想跟你开玩笑呢，一会儿还得说锅具夹着他弄丢的。还真是，其实就是一件事儿。你看，我说了你们不会相信吧？他好像被问住了，已经开始瞎蒙了。王栋，你今年多大？何年何月何日生？我今年三岁，今日才出生。不就几个数字而已嘛，记那么多干嘛？你们这玩啥呢？啥都别说了，来喝粥，醒醒酒吧，邓哥。喝粥。好吧。拿麻袋吗？怎么带枕套来呀、啊？保证结实，咱们先给他捅猛的，到时候再装麻袋里，这样多方便呀、啊！哎，你那药管用吗？你放心吧，那就是传说中的八斗精，他吃了以后上几趟茅房，我看他还怎么都往我们走了。算命的小扫把星吗？我叫啾啾，法号仙仙。年轻人真没礼貌。仙仙说你没礼貌。仙仙是吧？每次遇见你就会有不好的事情发生，你就是一个小扫把星。你过来干什么？我好像闻到你们这儿有血光之灾。
我只闻到红烧牛肉的味道。啊？啊！闻着肉香过来的是不是？你是不是又想蹭吃蹭喝啊？哎，你不是能预测血光之灾吗？你自己这胳膊怎么了？那是因为我在路上碰见了一个不守交通规矩的人，害得我从马车上掉下来，把胳膊摔断了。这，哎，来来来来来，哎，郭大路，你这牛肉熟了，给我尝尝呗。一块吃呗。尝什么尝啊？这儿不安全，你赶紧回家吧。我们还有正经事儿要做呢。啊，这这这，赶紧走。乖啊，乖，别管。别管，啊，好香啊！啊，不行了，真不行了，真不行了！哎呀，东哥，东哥，你没事吧，东哥？真不行了，你这是拉了几次啊，东哥？三次了，东哥，真的，你千万不能再拉了，你知道吗？真的，千万不要再拉了，快点捂住他，快点！哎，干嘛呀？你们到底要干什么？闭嘴！瞧你那德行，简直就是个不倒翁。我看他就是个土地公公，那都是美化他了，他就是屎一坨。你别装了，画皮先生。谁是画皮先生？是啊，谁是画皮先生？郭大陆，你闭嘴。经过我们周密排查，你就是在江湖上屡屡犯下灭门惨案的画皮先生。我告诉你，你来到富贵山庄，就是你这辈子犯下的最大错误。没错。你是打算自己招供呢，还是我们替你说？要是我们替你说的话，那性质就完全不一样了。我说什么说？是啊，你让人家说什么？这是栋哥，郭大陆，怎么是？啊？以你的智商啊，这个问题我一次两次没有办法跟你解释清楚。可是有两个事情你一定要想清楚：第一，他不是栋哥；第二，如果我们把他放了的话，那么整个富贵山庄就要被灭门了。灭门，这就是他下的灭门通知书。这啥时候事？哎，你现在你知道也不迟。我也不知道啊。画皮先生，你招还是不招？不招。你看他自己都承认自己画皮先生。这，画皮先生，你等着看我怎么收拾你。大陆，大陆，你别信他们。大陆，你看，他又用他的惯用伎俩离间我。没错。林太平，你简直就是血口喷人，你知道吗？如若不招，我们就只能撕下你的人皮面具，看看你的庐山真面目了。不，招不招？停！快说！我招。我不是跟你说了吗？这是富贵山庄自己家的事儿，我一个外人。管不着，管也管不出好来。红姐，你消消气吧，这不是小事，火烧眉毛了都。他们把东哥当成画皮先生给抓起来了，弄不好一会儿给打死了。打就打呗，我要是在场，打得更狠。你不去算了，我自个儿叫去。等等，练剑美，要是你们知道了，一定会笑话我。我王栋也是有面子的。你们先出去一下吧。王栋，你心里装那么多事儿，你累不累啊？累。那你干嘛不直接问我呀？怕。你能不能给我多说两个字儿？行。别！这字儿够多吗？乖，其实我并不喜欢那些肌肉猛男。啊？你看到的那个画册是我捡的，我学画画用的。你学画画干嘛呀？还不是为了你，我想让自己变得更好，牢牢抓住。郭大陆说的真对，咱俩做事的风格天生一对。怎么了？不行，他们给我上了拔豆精啊！啊！不行！哎。
精。不过话说回来，要是栋哥不是画皮先生的话，那会是谁呢？哎呦，这牡丹花开了一树，也真是奇了怪了啊！解烫了。事情绝不是这么简单。什么意思？怎么样了？又是麻袋？他们说的都是错的，只有一句是对的。画皮先生的确来了。你是说？而且就在我们几个人之中。谁呀？你们没发现吗？我们富贵山庄有一个人，总是在明里暗里挑拨我们之间的关系。画皮先生的信，就是他发现的。对于画皮先生的作案手法，他了如指掌。八道经他也会做，这绝不是一个名门正派的公子所为。你说的这个人，是他？谁呀？李。哎，你们这样干嘛呀？这是，别动！经过我们严密排查，已经确认你就是行凶要犯画皮先生。画皮先生，来我们富贵山庄作案，是你这辈子犯下的最大错。你倒打一耙啊！燕琪，快救我呀！救你？原来你才是画皮先生，你让我救你是吧？行，你看我怎么救你。燕七，燕七，燕七，你快点说，真正的林太平你藏哪儿了？我就是林太平，过大路你大傻子。画皮先生，这封信哪儿来的？八斗经的秘方哪儿来的？什么时候潜伏到我们内部的？你是不是还有同伙？快点说说。不说是吧？行，郭大陆啊，撕烂他的脸，让我看看他的真面目。好，郭大陆，郭大陆，你要干嘛？郭大陆，站！哎，都给我住手！我看你们谁敢动我们家林太平！快救我，玲珑！别动啊！别动啊！别动！燕七，我跟你说，燕七，你不能拦着，你不能拦着，燕七，这是，哎，不是跑了，快追！都是你干嘛？我们跑什么呀？身正不怕影子歪。玲珑，离他远点，他就是画皮先生。胡说八道，他怎么可能是画皮先生？我跟他确认过眼神，我信他。玉玲珑，你被他骗了，他不是林太平。我是百口莫辩了，看来不过两招是没办法证明我是真正的林太平了。哎，不行，我给栋哥帮个忙。哎，没有弄清楚状况之前，不要轻易动手。没搞清楚状况，你把玉玲珑找过来，搞得一团糟。刚开始的时候，太平跟我分析，他觉得栋哥有问题，我觉得他说的有道理。可是后来，栋哥和红娘子跟我分析说，觉得太平有问题。我觉得他说的的确是有道理，我觉得太平可能是真的有问题。所以我觉得你有问题。我有问题？我看是你有问题吧。你这话问题大了，什么叫先看他们打？兄弟们，我现在想起来了，这是有问题啊，就是你在中间挑拨离间的，我觉得肯定是你。你别指我，我跟你说，肯定是你有问题。
林太平，你给我起来，接着打。太平，啊，太平，太平，太平死了！啊，你看清楚没有？是死了还是晕血了？哦，我扇子上有血，那看来他是真的林太平了。哎，我们打了一晚上，到底谁是画皮先生？反正不是我，也不是我，更不可能是我呀！我第一个被排除，那还能是我不成？不是你们念叨了一晚上画皮先生，画皮先生的，你们能不能给我解释一下这什么典故啊？画皮先生，哎呀，是不是要小皮很多呢？哪能多断呢？他想，他怎么谁？他怎么谁？想见画皮先生，那我就成全你们。谁呀？画皮先生，完了，我们上当了！他竟然以燕七的面目出现了，咱们跟他拼了！真是没想到啊，本来我还要将你们一个一个都分化了呢，没想到你们自己就搞起内讧来了。今天是中秋节，我给你们带一点月饼。本来我昨天就要过来的，要不是因为我经过梧桐镇的时候遇到一个小丫头片子，我是不会迟到的。那个小丫头片子赶着一辆马车超速行驶，撞伤了我的腿，还肇事逃逸了。那个小丫头片子，你不是能预测血光之灾吗？你自己这胳膊怎么了？那是因为我在路上碰见了一个不守交通规矩的人，害得我从马车上掉下来，把胳膊摔断了。要不是因为他，昨天你们一个个就已经死翘翘了。废话不多说了，速战速决吧。你们这么努力的样子，突然让我想起我和我师兄也特别努力的学习易容术，可是他处处压我一头，那种感觉你们懂吗？这种感觉你们明白吗？不过现在无所谓了，师兄做不到的事我做到了，我要把你们一点点一个个的弄死。不过在这之前，你们呀都得尝尝我给你们带来的月饼啊，等着啊。动我的人，你们不按套路出牌，太不厚道。哎呀，太平，真的，你刚刚那个高处头实在太有魅力了。对吧？正好这个。我算明白了，这朋友与朋友之间绝对不能互相猜忌，否则这假矛盾一定变成真矛盾。画皮先生给我们好好的上了一课，各位反思反思。为什么让我们反思你呢？给你上了一课吧。这个阶段就是你最反常。最开始猜忌的人是谁啊？没事，你先别动。我问你们啊，刚才这桌上可有一烤鸡腿了，人家烤鸡腿呢，谁吃了？你吧，疑心生恶鬼，我怎么可能？可能是我就是一恶鬼。尹奇，哼，王栋，你看我是吗？你觉得是我吃的是吗？保护我。我倒是觉得是红娘子心疼你，为了给你加餐。我们缺这一口啊？难道我缺吗？你就缺呀、啊！那你也别看我呀，我做厨子是有底线的。
林太平，你自己吃了吧？哎，没吃了。我们家林太平没吃啊，我一直看着他呢。就那点，别别乱辣。我告诉你，我那是做饭的，不是我。你吃的，你刚才端过来的。我认识林彦齐，是不是你？我认识那个腰带骨。哎，你们是不是太厉害了？哎，你们是不是太厉害了？我不理他，来，就在这蹭吃蹭喝呢。年轻人真没礼貌，连句感谢的话都不说。我感谢你什么呀？我把那个杀手的腿给压断了呀。啊？要不然，你们这伙人早就被他们给干掉了。哦，还有这事儿呢？林大平，你说什么呢？我什么都没说呀、啊。不是你刚说什么三七什么？我什么？我三七。什么？我站住！我说三七二一，三七真的三七，三七不得二十四对吧？打架没用，先松手。哎呀，这王栋，你过来，你。王栋干什么？王栋。